早上好，老婆们，我即将成为吃过皮蛋小馄饨的人了，有妈真好。嗯，好好吃。再吸溜一坨妈妈切的蛋丝，鲜嫩扎实的肉馅搭配 Q 弹的皮蛋，在嘴里一口爆开的口感让我回味无穷，喜欢皮蛋的一定要去试试。汤也端完了，吃完馄饨又给我端上一碗车厘子，甜中带酸，肉脆多汁，吃光光咯。安保姆包蟹腿，和妈妈一起包饺子，妈妈展示独门捏饺子技法，这样不会吃到太厚的褶皱皮。元宝水饺。中午我没吃上，饺子要吃烫烫的，太烫还是算了。我最喜欢的韭菜鸡蛋虾仁肉馅，但是炒熟之后包进去的饺子汤，我喜欢啥也不加的白汤，喝着热乎乎的，还有粮食香味。有空碗咯，还是皮师傅马卡龙，点了几个之前没吃过的口味，这是椰子凤梨的，椰子片烤得焦香四溢，一口下去满嘴椰香，奶酪内馅混着凤梨果酱挺清新，还吃了红茶栗子味的，我吃出了一股巧克力味，他家马卡龙我感觉就没难吃的，根据个人喜好选口味就行。三点半我妈已经备了一大桌的菜了，是兔子呀，都耳朵，这是眼睛这里点上就像了。开饭前先贴个春联，好可爱的兔兔，门把手也好看，灶台小对联子也安排上，每个房门的福字也不能忘。哇哇哇哇，开饭了！哇，吃个饱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我喝的乳酸菌味三得利。哎，这个。先吃口鱼，祝大家年年有余。再挑一筷子浸满蒜香汤汁的粉丝。鲍鱼红烧肉看着就有食欲。红烧肉三分肥，瘦而不柴，软烂入味，鲍鱼肉厚 Q 弹，浓油赤姜，一口下去好满足。白菜炖的酥烂，带着自然的鲜甜，来块温州特色甜点炒麻糍，软软糯糯美滋滋，尝尝我妈的自制蛋饺，肉超级新鲜，蛋皮嫩嫩，不错，倾泻的黄我滴爱，温州鸭舌也不能少，江江有整整30颗车厘子。我、哦、有钱了，这个里面还有樱桃酱呢，下面还有特别多的巧克力碎，巧克力奶油裹着脆甜车厘子，尽享丝滑，就是要吐合有点子麻烦，四个脚上的奶油最多，吃了一排我就满足了。那老妈，这个给你。这是啥？红包。我起呀、啊、谢谢。是那一种了，打开都是钱的吗？人民币来了。谢谢。留下纪念美照一张，例行的重大日子拍立得纪念。啊，怎么回事啊？等我来洗碗好了，没事，平时反正也是我洗碗。祝大家兔年大吉，散会。